Guys， 我觉得我在这个皇宫快待不下去了。从小到大，我都必须遵守好多的规矩。我的父亲苏丹王说什么，我都得服从，哎，也无法有太多自己的意见。First, I have to wake up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. Then, I have to put on a pretty dress. After that, I eat breakfast. Finally, I need to take etiquette.Classes， 每天不断重复一样的事情，我真的好压抑，我好想要逃走啊！各位，没错，大家都听到了吗？虽然啊，我生活在皇宫里面，日子好像无忧无虑的，但听从父亲的指示过每一天，真的是非常无趣，好吗？今天呢，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早到晚我在皇宫里做的事情哦。刚好啊，也带到了一些表示时间顺序的用词。First, I have to wake up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. 这边呢，我们所用到的第一个表示时间顺序的转折词是 first。表示首先的意思哦。首先呢，我必须要非常早起。哎，假日也是一样哦。看看我多可怜就好了。表达首先呢，除了用 first， 你也可以用 first of all。First of all, I have to wake up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. 好，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， then I have to put on a pretty dress. 然后呢，我就必须穿上美美的洋装。是的，在皇宫是不允许太随便的穿着，每天这样真的很累耶，不能就穿着 T 恤和牛仔裤不是很好吗？好啦，所以呢，表示然后再来就可以用到 then。除此呢，也能用 second, next, after that， 都有一样的意思哦。好，那穿完之后呢，就准备吃早餐啦。After that, I eat breakfast。最后呢，最后，我最讨厌的来了，最讨厌的课程就是我必须要上礼仪课哎。Finally, I need to take etiquette.Classes， 天哪，我就不能像一般人一样轻松过日子吗？好了，说了那么多时间顺序的转折时，同学们可以借由这些词帮你整理一下事件的顺序哦。同学们听完我的一天，是不是觉得真的是好无趣哦？好吧，那换你们好了，快点套用上上面所学的，跟我分享你的一天吧。